张智恒同太太文文喺2019年奉子成婚，先后生咗三个仔，但佢哋离离合合嘅消息都不绝于耳。文文更加喺旧年嘅年尾将社交网上所有有 Stephen 嘅相隐藏起嚟。今年文文多次发文闹爆 Stephen 冇俾钱屋企，甚至连个仔翻学嘅车钱都冇。不过日前有读者向香港01报料，只见到 Stephen 一家五口外出，期间 Stephen 同埋文文又讲又笑，完全唔似闹紧离婚。而在3月13日 ,Stephen 竟然再次现身在太太的社交网中。